悬疑问答。是同修得病吃药一年多了，现在不想吃药了，就求菩萨点化能否不吃药。就梦到满了两个字，满了就是充满的满。啊，够了呀。就是够了。啊，就是、不要再吃了呀。哦，好的。去问问医生，医生说不吃嘛就不吃了呀。嗯，好的。去跟医生说，我现在吃的很好的，可以暂时不吃嘛？他说可以嘛，就不吃了。嗯，好的。感恩师傅开始。